我不知道我们房间里面有没有。不可能有，他在二楼，我们在五楼，再来腿那么短，他有可能出现在五楼吗？我今天出现在房间里面的话，我就不睡了。那你就不要睡了。那我。关门，进来。燕婷，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有人在看着我啊？啊，你是有病的、哦？这个房间就你跟我而已，还有谁看你啊？真的，女人第六感很准的。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，我不是女人喽？好呀，这个意思啦。干嘛啦？走了！我跟你讲，他等一下就会跑掉了，跑到二楼。OK， 我要他消失。是。什么莫名其妙？满意了吗？人你真好，应该真好。关灯了，燕婷，又干嘛了啦？太黑了，所以呢？开灯？怎么可能有人开灯睡啦？我啊，上辈子让你欠多少？有你真。影片到这里结束啦，喜欢这部影片的人呢，记得要在影片的下面点个喜欢，或者是留言跟我讲你喜欢看什么样子的姐妹主题哦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吧。